好，全台欢度双十国庆，游乐园以及度假村是纷纷推出超杀的两折优惠，有的吃，有的住，还有的玩，吸引民众走出户外，大口深呼吸。大朋友小朋友开心欣赏水中美景，趁着双十国庆到花莲一家游乐园游玩，认识海洋生物，享受开心假期，而且门票价格超优惠，门票便宜很多，更好了。对 ，OK， 那都还不错，很适合小朋友。优惠有用到啊，打两折。是因为知道有这样优惠，所以特别过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子感觉会不会玩得非常划算？会，当然。0403强震重挫花莲观光产业，为了重振花莲观光，交通部观光署祭出一连串旅游优惠措施，即日起到11月底，花莲有两家游乐业者推出门票两折优惠。不限门票的部分，全部都是通通打二折。为了响应这次的活动，也特别扩大了优惠，那提供了隔天再免费入园的一个活动。那所以说，不止您是购票只享二折的优惠，那同时呢，隔天入园呢，也还可以再享一个免费入园。不光入园门票两折，成人只要198元，幼童折扣后只要98元，就可以入园开心玩。另外，花莲受封的一家度假村住宿加用餐价格更诱人。因缘来到园区，然后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导览解说以及10个人用餐，原价3500，现在每个人只需要100块钱一桌，等于是1000块钱的部分，这个一波一食的部分，住宿加早餐以及搭配自由行的补助方案，每人只需要399块钱。门票两折优惠，还可以搭配花莲振兴加码住宿补助，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民众到花莲，能够住宿游玩都尽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